一辆警车高速开来，刹车不及，竟追撞上前方车辆。仔细看，前方轿车意外被撞，向前滑行了好远，驾驶也被吓到惊慌失措。而回头一看，撞上来的竟还是辆警车，更觉得很荒唐。是比较离谱的，但是要看他们，最主要看他们上级是用什么态度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桃园警船员仅酒驾肇事，警方调查得知，林姓警员九日休假期间在家饮酒，不料十日上午八点执勤时仍然酒意未消，结果在中丰北路一段与南路口失控追撞民众车辆，随后对他进行酒测，发现酒测值竟高达0.69，将林员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，因言报请两大过敏值，单位主管、中队长记过两次，并调整非主管职务。分局长记过一次。原警酒驾上路，执法犯法，警队也从严就责，不想给民众带来错误的示范。记者刘志展、王洋、桃园综合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